你有验过真心的 DNA 吗？老实说，有很多地方很可疑。那天在饭店的时候，是你抱住我的，一直叫我江志。可是我那时候见到的人，明明是另外一个人呢。江志柔小姐来这里有什么事？你是洪顺福，没错。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他死了，为什么？顺福明明还活着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森田药妆《女人的秘密》。